家的责任加重了，让中央与地方共同的为保障劳工的基本权益打拼。前面的小姐，请现场的媒体记者们准备好你们的镜头。我们恭请院长、主委及全国各县市劳工主管共同接护。让我们的媒体记者都可以拍到各位。现在各位正留下历史的画面，让我们微笑的迎接未来的挑战。会长官回座。陈主委、戴副主委、各位劳委会的同仁，来自各县市的劳工局局长、社会行政局长，各位媒体朋友。那么我们劳退薪资哦，诚如主委讲的哦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啊。那我们行政院的立场哦，其实这个法律哦，在立法院哦，都是经过很多的哈修修改改，然后就通过。那我们行政院就是要执行法律，那我们知道这个突法不足以自省，法律要配套，还要很多人各县市来协助才能做啊。所以我们行政院简单讲起来哈，就即使法律大家有争议，或是法律立法有一些争议哈，我们是在残缺中寻求完美的，就是现有的法律我们都把它做好啊。在这里谢谢陈主委啊，跟劳委会同仁啊。相当有心，也相当有效力，把这规划出来啊，一个构想，能够成为，也马上成为一个很完善的配套的时候，是相当感谢，谢谢大家，也拜托所有的我们各县市的劳工首长啊，能够了解这个制度啊，能够应用活用这个制度，那么在你们各县市有这样发生的时候，不要让我们劳工增加。并有的不开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院长，请院长回座。